传奇大亨首播一周以来，凭借精良考究的制作、节奏紧凑的剧情发展、张翰突破形象的倾情演绎，收获了众多走心评价，全网播放量两天轻松破亿，口碑热度持续上涨，相应微博话题阅读量也突破2亿。作为首部聚焦邵逸夫等为代表的电影先驱者传奇人生的电视剧，该剧可谓承载了不少观众的期待。正如一部部经典电影陪伴着几代人成长一样，其采用宏观的叙事方式，见证着中国电影的时代发展，以及动乱年代下人们的生活变迁，以一种戏中戏的模式记录着中国电影文化的演变轨迹。